又到了阿里山观赏云海的最佳季节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山区云雾缭绕，形成绝美的云海瀑布。另外，嘉义县府还邀请艺术家跟村民共同创作15件地景艺术，在市区展出，创造嘉义秋季的独特景致。奔腾云流缭绕山峰，这里是海拔2000公尺的阿里山。每年秋天受东北季风影响，风后的沉积云凝结，流淌山谷间，编织绝美云海。日出的时候呢，可以欣赏到云海云瀑哦。那在下午呢，也可以欣赏夕阳的美丽。壮阔景象变化莫测，日落那抹沉更令人目眩神迷。阿里山因为是天气渐渐已经冷了，尤其在山上。那山上的植物，会变叶的植物，枫红已经都呈现了。秋天是阿里山最佳的云海观赏时机，下山之后还有特殊的地景艺术吸引目光。我们特别举办在嘉义的乡村艺术行动，艺术家的作品，那是跟社区大家讨论。包括社区的居民共同协力创作。嘉义县府邀请艺术家共创15件艺术装置，融合日据时期的历史故事，大量使用种子、树叶等天然材料，呈现嘉义的多元性与生态共存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